五十一年来，这张床是吴先生的全世界。虽然下半身瘫痪，但自立自强。你中昼准备吃啥？啊，今日你把我改住了。煮饭、做菜、洗衣服都自己来，连锅盖都可以洗得超干净，闪闪发亮。云嘉南区仁医会接力关怀十六年。虽然讲伊下半身，半身骨髓我都叮当无落音吼，但是伊的顶半身，伊的心还阁真开阔，所以伊会当结实方的善缘。82岁的云林环保老菩萨杨明俊，9月份在家中跌倒，颅内出血开刀，右手骨裂，但带着尿袋还是要去环保站。非常爱环保，然后呢，他呢连过年都没有休息，然后就是以环保站为家，哎，看头看尾啊，然后哎，我们希罗都给他一个封号，就是特地公。永远啊，这么好好回家。安尼用心用心照顾，竟然呢，徛伫台顶啦，很温馨的分享。也家属也在台上，这种哦，家在有伫家，去这间病院。同样是环保老菩萨，90岁的陈黄劝中气十足，说环保。啊，尿尿要转来啊，啊，较紧做。安尼做甲足心足热的，足热的，足爱做的安尼。云林联络处成立20年，草创时期万般艰辛，但志工步步踏实，不忘行善初衷。大爱新闻，张丽君、李月维嘉义报道。